你当年追我的时候把我当成宝，现在又不想跟我过了是吧？想离？你看别人家老婆谁像你这样啊？真想离是吧？嗯。行，那你得净身出户。行，我一分钱不要。不不不，不是那个净身出户，是这个净身出户。其实也不是过不下去，你平时还是挺贤惠的，就是对我有点太苛刻了。你这有老婆的你想离婚，别人没老婆的都急得头发昏。别把自己家的当成草，把别人家的当成宝，到时候丢了草去找宝，宝没找到回头想找草，草已经成为了别人的宝。有人跟我好好过日子知道吧？你今天去哪儿了？没去哪儿呀。你撒谎，你撒谎我能看出来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？没有。你骗我，咱们俩刚结婚的时候是不是你跟我说的夫妻之间要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相互之间没有秘密。哎，那你做到了吗？你有什么事情应该跟我说，知道了吗？我是你老婆，应该替你分担，知道了吧？那你跟我说，你今天去哪儿了？我今天就去了一趟民政局。你去民政局干嘛呀？就是问问他们结婚证有什么用。结婚证肯定是证明两个人是合法夫妻啊。我还给他们提了点意见。真的？那你提什么意见？我跟他们提意见，我说这个结婚证也应该有年检，不管是男的女的，吵架的扣3分，骂人的扣6分，动手的扣9分，如果家暴的直接吊销结婚证，然后还得退还彩礼。什么意思？我不是什么意思，哎呀，我别的意思，哎呦我的妈！